第五组参赛者啦，欢迎。我是来自东方设计学院动画多媒体设计科的张小姐。她在拍这次的戏剧的时候，差一点直接失明哎。哦，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拍到一半的时候，因为就是一直用眼泪，然后一直用药水去弄，然后右边这边的隐形眼镜，它突然失踪了。然后隔天开始眼睛有红，然后痛的感觉，然后去看了眼科，然后眼科医生才说它在里面啊。他还在里面，因为点太多眼药水，然后滑到后面去了。因为我在找的时候，我一直把眼皮整个翻起来，可是我都找不到他。对，后来他才被医生直接拿出来。对，好可怕，这危险。这个真的要很小心，因为有些人真的常常戴隐形眼镜，然后就是像一样的状况，爬后面去找不到，结果他以为掉了，对，然后又戴上新的，对，然后又不见，又掉了。又以为掉了，又戴上去，后来他会凸出来，不是他会一直跑到后面去，然后会跑到你的脑子上面去，然后到最后就一直黏，然后就包覆到你的整个头脑上面，然后就脑缺氧就离开了。哇，好棒的剧本啊！好哎，所以他这个是。真心要为这个戏付出的，对啦，这是很感动。光这个事情就100分，先给100，谢谢谢谢谢谢，100给了啦，给他自己本人吗？给天哥100分，想说。哎，这真的很可怕，你知道之前康永哥他就是隐形眼镜戴很久，然后很干涩了，后来他就把它拔掉，对不对？怎么拔都拔不下来，后来他还是硬就是拔，就剧痛嘛，他想算直接去问医生怎么办。他根本没戴隐形眼镜啊！他撕了他一小块的那个组织，天哪！好可怕！快点给我100分！100分！哦天哪！好，讲回来，讲回来。希望你的故事比我们的还要精彩。是是，千万不要让我们失望。叫做是人类，看一下人类。我是一名天使，我想收集人类的眼泪。人们常说不哭不哭。眼泪是珍珠，但是眼泪真的是难过的代表物吗？我中了，我中了，我中了！这个是开心到了极点，喜悦的泪水。你根本什么都不懂啊！这个只是愤怒的失去理智，生气的眼泪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搞错了，对不起。这个是后悔曾犯下的错误，忏悔的眼泪。你有你在，我真的很开心。而这个是满怀着感恩、感激、感谢而流下的眼泪。眼泪不是难过的专属品，也不是脆弱的武器，而是人们最真切、最真实的感情结晶。每一滴眼泪都是我们活着的证明。有泪轻弹很平凡。哦，这批有唇呢。喂，哦，在三份生气的眼泪是不是？好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哦，有。今天的你又留下了什么心情呢？天使的饮料，美好的味道。好，来听听看，谢谢老师。哎，那眼泪喝了会发生什么事？没有，是不是？对，对，整个感觉好像就是你在告诉大家，难过了会哭，就这样。可是我不会因为这部影片获得感动，因为你每一个片段都是分散的，那你只是在告诉大家一件事情，大家本来就知道的事情，那其实很可惜。展荣老师呢？其实我觉得剧本本身是没有问题的，其实写的蛮完整的。但是因为你的这个类型比较像是你在分析不同的眼泪嘛，那他在比赛里面就会比较吃亏，因为通常比赛大家会想要 catch 的东西，可能例如说今天你要让大家笑，
我就可以给你很高的分数，或者是我要哭，我可以给你很高的分数。可是因为你做了很多段，那这很多段就没有时间不够长，就是每一段都只能走马看花，就看一看，看一看，看一看，然后就过了。对，跟元宵节看花灯一样，好酷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对，很可惜，对，剧本是很好的，对，剧本是没问题啦，很可惜。我可以讲一个，就是。我真的因为有好几段，的确是非常多段，但是你要流泪，可是我都知道说那个不是真的流泪。对对对，其实真的东西不用多，你只要一秒两秒我就买单了。可是你只要有很多很多，感觉起来是用各式各样方式，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假的东西已经太多了，嗯，真正的情感的流露，那个是我们比较想要追求的，嗯，我希望看到，甚至是眼眶红红的，是都鼻头红红的那种感觉也可以，对，好，那就请三位评审老师给分咯。小人老师给的是88分，老师给的是81分，酷炫老师给的是80分，总分245分，平均81.7分，恭喜获得81.7分，恭喜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毕竟你真的是那个单枪匹马上阵，是比较辛苦一点，谢谢，谢谢曹姐。但也让我们，但也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风格的影片。对，就是差一点获得比较低的分数，这种感觉是不是？好，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组参赛者了，欢迎。你真是上一次模仿妈妈那个，对，但是有回去谢谢妈妈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真的很怕，就是就不看我的表演了，就是不看那个节目，所以呢，就是还有送礼物给她，送什么？送什么？送平板。那送给妈妈，就让妈妈可以继续关注你的表演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先收买她。那怎么办？如果今天没有晋级，那 iPad 会收回来吗？我觉得我会自用，对对。对，跟妈妈说不好意思，因为接下来也没有了，所以就是不会，你要有信心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次用模仿阿嬷这个灵感来拍出来的，叫做是珍珠是咸的，来看一下啦。孙女啊，跟你讲啊。阿嬷的身体啊，愈来愈差了，连目睭拢看无啊，可能啊，过完嘛无几年啊。阿嬷，你是讲啥？你一定好起来的。戆囡仔，阿嬷的身体，阿嬷家己知。你不要这么快就放弃希望。阿嬷只是觉得吼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有时候也是很孤独。譬如说一个人吃饭，我常常都一个人吃饭。阿嬷，你不要哭啦，你哪有常常一个人吃饭啊？我有时候不是都有去陪你吗？啊，那个谁啊，你的闺蜜一个阿伯有无？她有时候不是会去陪你吗？啊，你讲有村哦，自从哦，伊做迄啥物仙姑了，生理小好个啦，啊，就足少走过来找我啦。哦，你是说那个什么都可以算，什么都可以医的有村进毛？就是伊足高个呢，迄啥物疑难杂症哦，拢会使互伊医好啊。有这么神？那不然我去问问看他有什么方法可以救阿嬷好。哎呦，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代志啊？哦，有春进嘛，我就要找你来救我阿嬷的啦。伊即马目睭拢看无啊呢，想袂到恁阿嬷竟然病到连目睭拢看无啊！所以你更要救她，用你那法力无边的神力来帮助她好起来。我看，干那春进的办法咯。就是目屎飞袂离，你我莫分开的药啊，会使甲斗三工咯。哈，我的这个秘方会使马上予伊重见光明哦。那要怎么弄才可以？首先，你要先拿到你阿嬷的眼泪，然后找一个跟她眼泪一样咸的人，把那个眼泪滴到她的眼睛里，这样她就看得见了。哦，好，谢谢你哦，吴春进。那我现在马上回去试试看，谢谢你，也谢谢你哦。先来试试看阿嬷的眼泪咸度。嗯，这也太咸了吧！再来试试看我的。哦，也太淡了吧！哦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啦。看来我要再去问问看吴春进嘛，要怎么办才可以。你讲真实来，你假啦，伊真正才白痴哦。
才跟谁讲话讲那么开心啊？啊，给够，给够。